听说今天这招面对封盖，十成里面有九成的把握。这是我压箱底的绝招。我去播，刀真太强硬了。我今天正好有双鞋，非常适合你。这巴特勒伊拉什么新配色啊？这颜色挺硬啊。大家也知道，巴特勒今天率领球队上演黑八奇迹，并打入总决赛。这双绝壁一黑八限定配色，你们肯定不陌生。这次会在巴特勒中国行北京站期间，抖音加限量发售。三姐怎么样？我穿上是不是有点巴特勒的影子？这个配色适合看重颜值的朋友们。中底泵，金弹科技，落地回弹感很明显。感兴趣的兄弟们，7月16日，抖音电商开新日联合李宁篮球旗舰店直播间。巴特勒对中国粉丝的宠爱才刚刚开始。巴特勒今年的表现应该是没有人可以质疑的吧？他的招牌动作我也是特别的喜欢。现在用他的招牌动作打来一下。